当你们收到了这个 AX6000 的时候，我教你们怎么去插你们的 LAN cable， 非常的容易。OK， 首先，这个拿到了这个 TP link 的时候 ，LAN 一号的时候就去你的 TM 的 router， OK， 白色的 ，OK， 那个白色的是 TM 的 router， LAN 一 ，OK， 然后呢 ，LAN 3 去这里插进去 LAN 3， 第三个洞。插进去你的小米 router WAN， 来 WAN 蓝色的插进去 ，OK。假如你们有那个 Unify 的 IPTV， 你就插进去这个 LAN5 这个插进去，然后进去你的 IPTV， 这样子就可以了 ，OK。来重复一次 LAN1 这个要去你的那个 Unify 的白色的 router， 白色的 modem， 白色的四方的白色的。modem， OK， 插进去这里，然后呢 LAN 3就是插进去小米的 router WAN， 哎，然后就可以了。然后有假如有 IPTV LAN 5插进去 LAN 5去你的那个 Unify 的 IPTV 就可以了， OK。